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在土库的马光华恩市场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喊1:30，差不多都是1:30开始。那各位刚进来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一下；新朋友记得帮我订阅，感谢。OK， 那我们进去。大家，妹妹，妹妹，过一下。两块拢有啊吗？帅哥你来了，帅哥。来，大哥你来了。来者。我来铁路排骨，你那边请上我先。来，坐你后面，铁路排骨。来，我们咸猪肉。好啊，好啊。来，咸猪肉都比较起来。来，这牛肉两块。这牛肉两块，其实我今天炸几箱，我礼拜回拢炸好几箱。哎，飞机拢无过来，炒锅比较唔济啊，比较讲得好啦。一斤八百，两斤至三斤，卖讲五百，卖讲四百、三百了，好啦。三百块，上面上了两个三百了。你讲买三百，四三天卖别个请你哦，三百了，这堆拢我哩啊，拢大堆的鸡腿哦，三百了。来，这是个这些，这是个分，来，三百了，来，三百块了，拢有啊吗？有啊，是吧？这上面，好啦，华西就是，就是这样，太客气了，这个。啊，我别连做啊！这海龟市场的炒蒜头辣椒，土蛋龟炒菜龟，一包卖三包，卖五包，两包了，一包要12,200块呢。两包了，今仔鱼啊，做青椒要食啥？两包好，要食海龟子吧？好食。来两包了，要做生的哦，青菜龟啊，煮煮菜啦，煮蛤嘛，拢有啊吼。来咸鱼啊，上面一个五包、四包要拿三包了，两条你三条，拢3,300，每一条拢3,300落去做，300块。300块要吃无？300块，拢有啊！来谢谢，姐，白酱甲青酱无？白酱甲青酱。做花枝丸，好啊！小春花枝丸，这个家常不甜，手艺白冰糕。萝卜也炒得好啦。来，两桌上面吃无？花枝丸拢无吃啊？沙发了，沙发上面吃两桌。好吃啊！这地方你这脾气好。沙发了。对啊，这来，来，这边吃飞机饭，一包像两个人吃，要一半，吃无飞机退钱，两百了。好食啊！酒酒，两百了。我这方飞机啊，一千块嘛，两百了。你也多一点，你搞是无？好啦，好食。放了，刚才都没吃。来，这迄个白酱的，啊，这青酱的，啊，这种意大利面哦。来，要吃的人去，白酱先来，一包哩，两包哩，你家己加肉块啊，家己加迄个什么，迄个蛋啊，家己加，300、500变成100了，来100块，一个一个四包，是吧？好，四个啊。两包。好，就六百啊。六百啊。好了，我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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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。我知，是吧？是吧？八八八。站站着好不好？这就可以了哦。四百，四百，四百，哪里贵了？100了。好，这多啊。100，我这多好吃哦，100。拢有啊。一两分。来，拢有啦。最后一个100，上来买买。我给几个听下吧。我啊。我我几个去。来，这青椒要吃嘞，三百几啊，我三百一百了，要两百。是啊。这青椒有人要啊？我有刀疤。可以哦，你要吃五花鱼啊？来，五花鱼，阿叔你先放一下哦。大哥，你别过来，让我来处理一下哦。你要放点啥鱼哦？套鱿鱼那样。鱿鱼，你个套鱿鱼怎么叫？我来鱿鱼。好啦，鱿鱼我来我来，鱿鱼我切一下子哦。啊，冰的情况下，我来放我要吃三百了，好啦。好食。三百块。真系啊。好啦，我知。一尾三百，两尾三百，三尾三百，卖到四尾，四尾三百五了。一尾三百，两尾三百，三尾四尾，来三百块了。一尾两尾三尾四尾三百了。一尾两尾三尾来。三尾好，冰我加一些，我知。来这个二，这个二，五尾给你哦，这个二也无啊。来三百块，来老实来，要冰啊多了。有一个两尾来要借出来，很贵，很贵啊。我知我知，十个拢会拍，十个拢会拍，是吧？十个拢会拍，冰啊。啊，有保利龙江了。有啊有啊。小点也熟，小点也熟，来，来，继续，来，
好，都这样吧。站两天，好了。来，阿叔，你去外口买这个卡罗。这个红包。哎，对，阿叻，咱卡罗一直先不离看。阿叻，这卡要话细节，请记等等。阿叻，请记等等。阿红阿姨，拿起来就鱿鱼。哦，没啊，对嘛。对啊。系啊，好啊，放心啦，我可能放心，我坐。嗱，要二啊，我應該能夠夠。哦，我話呢只啊，呢只三箱應該掟袂啦。哦，抄嚟喎。卡住喺度，攞先。抄嚟啊，嚟咯喎。啊，卡住喺度，就嚟咯，我黐住嗰度。都喺度啊，啲抄嚟冇拍嘅。回事啊，我先去整只二啊。嚟呢邊就喺你要二啊，兩隻只大杯。嚟三百我嚟啦，三百方。三百方，三百隻，三百。哪只啊？嚟三百，三百隻，三百方。二嚟咗啦，三百咗。嚟三百，嗰個幾隻啊？六。全部係三百。两尾三百，三尾了你啊，只尾搁上二啊，今仔全部拢大尾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有只啊无？三百块好啊，来你两尾啊，两尾啊先收啊，也先收啊，来，拢只收了你啊，这下搁少一个哦，三百块就等于差哦，做三这这个做三尾上好食，三百块有咩来无？有啊，来好来哦，来，谢谢啊，来，上哦。这里拿来了，这我带来带去了，谢谢啊。他说你最近搞充钱了吗？啊，对啊。啊？到我时来，来超伟上面去啊。我无解白啊，做这这做大 B 无？地面来，超伟莫一千个啊。啊，阿陈志清，五百了啊，是的。哪只啊？一算五百块，十 B 的大尾只办到你哦。只要个十二五百，搞两个呀！这钱卡咧，只要多你啊，小数嘛，五百了。阿姐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六百四的，十三箱的车，是车啊，出现啦，五百了。我了，啊？对，我了两个。我好，炒的听拢无办法嘛，无难听。你要食这个意式香肠的？我用生意给我。啊，无你个用那个世界情况无？平价无？够两蚊钱吗？行。五零，很贵。来，请我上场，上场。后边个请我吧。你若无，你早买落来留。来，你敢听我？话我。听到无？阿姐，咱两个聊。来，话上。来，个咩上？鲈鱼。鲈鱼，这鲈鱼千八几，这个很大鲈鱼。来，鲈鱼千八几的。啊！要食冰哦，你看今天落去食冰，我包完起来我袂了啦。回头好啦，回头去。有啊，过来煮个啊。你买一只金的吗？乌骨鸡的阿叔的包装。乌，来，最后再搁聊聊。你有鱼吗？来，这包鱼的乌骨鸡啊，大只板刀你用啊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三百五十。搞死啊！只板刀的大只啊，来，三百五了。抓起啊！抓什么？都没有吗？来这个，拢摕起来了。三五个人要食抓什么？摕一个，摕啊水也好个。三五个要来无？这大只板豆鸡哦，来摕无？豆丁拢摕了。啊，这个我先阿袂买，这拢无啊。这包油人要食无？五八四包，你三包来无？三百块，咱要食包油的三包了。三百块，你遐啦，先坐，我再去摕一个好了。来，这个你啊，两个人摕了，安尼无啊？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，咱要食两百块。要变肥的，肥的做出。我一台我是来买这个货来买的。来，什么叫落雨天嘛？阿姨，你这也落雨天啊？啊，今麦几多大地哦？一大地，你先讲先。我先我对来说，你先听我讲，你我早你写，吼，你之前我买过来，我知影。之前那是150克到200克，这是250克到300克的。上面差不多，天差地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几块，差不多。哪条鱼啊？是咩只鲈鱼先卖三百了嘛？系，一条水平三百几条？两条600，三百得了，系哦。一条搁上面，一条搁，一条个夹头鱼，你着知影差偌济啊？一条两条，三条四条，来三百块要坐下无？鲈鱼1800，三百块了。拢有啊，我着收啊。到人要买两条100，等去炒的无？等去煎的无？等我收去收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去。上面个行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你就十五一堂先啊，是啊，好不好？五一堂要吃一百了，要不要？阿姐。
一百块了。一百块，一堆安尼啊，拢互你啊，一百块了。一百块，要得啊！一百了，要啷互你啊？一百块要来无？无就收啊！来呀！来收了，你拢收着了，你拢包放到着了，你拢包来啦！一百了，一堆拢互你吃好爽啊，吃好满意啊！一百块了，好，麻烦你了，谢谢，感谢。你看我们有轻松的态度跟对啊，来上面讲国语的，我发的，我两袋鳕鱼哦，我发的，上面两袋鳕鱼，啊两袋鳕鱼不能发吗？我帮你发国语的，太细了，我要提鳕鱼。哎呀，国语上面写我发的，哪只啊？一袋五发，两袋五发，三袋五发，一钱先可以咯。哎，我先帮你发国语，四袋哦，来五袋哦，来六袋哦，五发的，来五发，上面讲国语的，五百块。对啊，第五百，两第五百，三第五百，四第了，来五第了，六第了，来五百了，来五百块，感觉好吃啊！拢有阿妈讲，食袂了，要买鱼啊，五个外小家庭啊，来试试，来，即个拢主要算鱼哦，大个拢要算鱼，鱼拢要两块，还有老鱼啊。来串鱼要吃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两百了啊，好，来两百块了。来，再买两包，对吧？我先两袋啊，大袋哦，你买两袋，我给你上大袋，两包。来两包，我要吃哦，鳕鱼。你吃不了，你买两包，拢唔好勉强。啊来听哦，你给我买物件，我给你摸，大哥你也好啊，我讲你唔好家己摸。啊，我给你摸钱，你唔好家己用。两包再买吃，有啊哈，来谢谢。来，啊个来要吃啥？吃这好不好？吃台式盐酥鸡好不好？